天晴天每天发生，红灯绿灯所有信号在等，蚂蚁般的人群渺小到被忽略身份，斑马线交错像银河星辰，世界变慢时好像真，被围堵住的城，谁是龟兔赛跑的人？行不行啊？先坐一会儿。还能走吗？周小山，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拿创可贴给我吗？一个男人怎么可能随身带创可贴这种东西？一般按照偶像剧的情节，这时候你应该去便利店买给我。上来。干嘛？背你啊！警告你，我很重的。看出来了。上来。啊！哎！哎，邱佳妮。干嘛？你很轻哎。下雨了，要不在这儿等会儿吧。嗯。哎，赵山。嗯。如果说真的有下辈子的话，你想当什么？邱阳宁怎么突然开始抒情了？哦，那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的实验进程吧。如果有下辈子的话，我想做太阳。为什么想做太阳？这雨衣室半会儿停不了，走。我不用啊，我真的不用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我比你懂怎么照顾自己。那你快回去吧，我上去了。去吧。
赵小山，赵小山，怎么了？邱佳宁，你在这儿别动，别出来。这个伤，调皮呗。调皮，这可不是小伤啊。你来什么事啊？我怕你感冒，把药给你。就没点别的想法？再见。九阿年。干嘛？要不然你别走。周小山，请你自重。晚上我睡沙发，你睡床，这样半夜我要是发烧什么的，也可以叫你啊。你怎么脸红了？你该不是想歪了吧？咱俩到底谁该自重呀？我先走了。跟了我一天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哥，你骗我！你明明一直跟他在一块儿，你们俩在一起了，对吗？我早就应该想到了。你提到他的样子，还有你最近的变化，你肯定是爱上他了，对不对？你忘了你还有任务吗？你忘了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吗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你信了。你信了，我就放心了。茉莉啊，你们都是女人，如果你相信了，裘佳宁自然也会相信。我已经完全获取他的信任。你是说，这是你设的一个局，假装爱上裘佳宁，骗取他的信任？坐。茉莉。实验室开始实行双盲实验了。双盲实验，那是什么？负责观测动物的实验员不知道哪些是癌症鼠，哪些是正常鼠。实验用鼠可以分为好几组，每组雌雄各20只。负责注射的技术人员不知道哪些是真药，哪些是安慰剂。真实的配方被隐藏在天文数字的排列组合中，只有最高权限的人才知道。所以，你想通过感情操纵裘佳宁，可行吗？目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方式了，茉莉，你可以把这一切都汇报给扎叔，但是你记住，我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任务。哥，你都知道了。扎叔怎么可能放心我一个人来完成这么大的任务？他自然要派你来监视我，观察我一举一动。我不是来监视你，我是来帮你。我不是责怪你。我知道你也身不由己，但是你白天亲他了，你还背他，所以我就以为你真的爱上他。之前我从来没有失手过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，我也绝对不允许我出任何的错误。哥，对不起。好了。你该走了。好，对了，以后不要再来了，如果被别人看见会引起怀疑。公司的人还不知道你们俩的事儿。知道的人越多越容易暴露，将来想要脱身就会越难。那以后没有你的指示我不来了。
伤害你，绝不。只要小山哥哥不喜欢上那个女的，等任务结束了，新生活就能顺利开始了。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去哪儿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地方啊，对啊，小夫，嘉欣姐来了，你要喝点什么？要两瓶，老规矩。好。嗯。熟门熟路，雅萍是经常出来混的。才没有呢，今晚啊，我请客，你随便喝。小夫，你们老板娘呢？哦，她在后面忙着。请我干杯啊，喝啊。不喝了，明天还要会诊呢，我得保持状态。又没让你喝醉，就是小酌而已啊，能不能别这么扫兴？磨磨唧唧，跟个小女人一样。你说谁像小女人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在酒吧混的时候，你还小声出呢。师傅，你不能这么压抑下去，会出事情的，你得发泄出来。发泄什么呀？我发泄。失恋的痛苦啊，师傅，我知道你心如刀割，痛苦不堪。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当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又要拖着一具疲惫的身躯，宛如一具行尸走肉。嗯，编，你接着编，你看我揍不揍你？那你揍我好了，只要你能发泄。神经病。哎，师傅，你等等我，小傅，那个记我写账上啊，师傅，嘉欣，我真没事，至少不是你想那样。两哥都跟我说了，你一失恋就喜欢用工作麻痹自己。是，我承认，关于你姐那事儿，我确实还有些小失落，但是。我已经不是毛头小子了，我不会因为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就觉得整个天都塌下来了。在我的生活中还有工作，有病人，有家人，有这么多的事儿等着我去做呢，对吧？再说了，我拼命工作也不是因为失恋，我哪天不拼命工作了？这是我的常态啊。师傅，我跟邱佳宁真是一类人。我现在暂时还不能听到你姐的名字。师傅，你真的没事吗？你放心吧，我没那么脆弱。不过你有这份心，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你走吧。嗯。请进。小院。你怎么跑过来了啊？亲生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没关系，我不怕死。书上都说了，一个人死亡只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小月，我会让你留在我们这个世界。我现在就是怕，如果那个世界里没有游乐场怎么办？我想去游乐场，我妈妈不让我去。小鱼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该回去打针啦。秦医生，你能允许我去游乐场吗？听话，小鱼儿，等你病好了，姐姐带你去全世界最好玩的游乐场，好不好？不，如果我再这么等下去，我死了怎么办啊？你不会死的，你会好的。我明明看见我妈妈对陈阿姨哭，我肯定是没救了。哎呀，你看错了，
你们总是这么骗我，你们以为我小就什么都不懂吗？我知道我病得很严重，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了。如果我再不去游乐场的话，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。小月，真的想去游乐场？师傅，你疯了吧？放心吧。师傅，你别犯傻了。虽说医者父母心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小月儿虽然现在病情稳定，但游乐场的项目那么刺激，万一……别说了，小月儿，我带你去全世界最好玩、最安全的游乐场，怎么样？谢谢医生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哎呦，小月儿，你又变重了呢，就快变成一个小男子汉了。哦不，已经是了。开心吧，来，我抱抱。太好了，这是游乐场，怎么又骗我？没骗你，小鱼儿，这就是游乐场，这叫虚拟游乐场。虽然这儿吧看起来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其实比真的游乐场还好玩。你只要坐在那些椅子上，再戴上那个眼镜，你就可以玩到全世界所有的游戏。你不会再相信你们了。小鱼儿，秦医生如果骗你的话，就让他长出像匹诺曹一样的长鼻子，好不好？匹诺曹是什么呀？匹诺曹是一个大帅哥。哎，小鱼儿，上马。这就是旋转木马，一会儿你戴上眼镜就知道了。乖啊，把眼镜戴上，小鱼儿马上就知道这就是旋转木马。你看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什么了？是不是就很漂亮？开始了，好吧。哇，我真的在骑马哎，对吧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了好多好多马。你有没有感觉到有风在你旁边吹？对，是你吹的。小鱼儿，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你看你吃的嘴上都是。来，小鱼儿，该吃药啦。来，吃药。小鱼儿，你这杯子怎么开呀？好笨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今天的药是甜的，但是因为你高兴，只要你高兴啊，看什么都顺眼。那我以后每天都要高高兴兴啊！我说我今天看你怎么这么顺眼了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你高个的捅出小牙，说什么呢？让小孩面谁是狗啊？啊，我小鱼儿，你知道柯基吗？就是那个腿特别短、屁股特别圆、还特别凶的狗，你看它像不像？我喜欢柯基。你看小鱼儿都觉得你像啊，真好。那小鱼儿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回去了，好不好？走吧。秦医生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项目想玩。你还想玩什么呀？我想玩过山车。那不行，那个项目太刺激了，不能玩。秦医生，你不是说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游乐场吗？对呀、啊，确实很安全，但是过山车对你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说还是太刺激了一点，咱等长大一点好吗？啊！以前妈妈带我去游乐场，检票的姐姐说得满1米2身高才能坐。我回回听妈妈的话，好好吃饭。现在1米25了，怎么还不能坐呀？师傅，小鱼儿，你相信我吗？嗯。那这样，我呢先替你去做一回，如果说你看到我做完了以后那个样子你还想再做的话，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？啊，那你做完了我做不就完了？那师傅，你搞什么呀？你是自己想玩吧？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一点都不想玩。他一个大男人居然不敢玩这个，有好戏看了。师傅，我问过了，这个游戏是根据美国金达卡过山车设计的，3.5秒内从0到206千米高空飞跃，950米高盘旋跌宕起伏，270米垂直螺旋。如果心脏不好的人要谨慎哦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。哎呀，你来都来了，开始吧，快，戴上眼镜。好了吗？好了。OK。怎么，开始了吗？计时即将开始。开始了吗？准备好 VR 头盔。开始了。可以了，开始了。啊！太高了吧！
点快点。你装什么？我。你小点声，丢人啊！那我可以现在下来吗？我想下来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你不会想吐吧？我不行了。服务员，快快快，我不行了，我可以摘了吗？你好，摘了吧。VR 体验结束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？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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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摔了。徐医生，你刚刚太搞笑了，旁边好多哥哥姐姐都在笑你。你看，秦医生已经成这样了。哦。还好吗？没事。小心点。来，小鱼儿，来抱抱我。你感觉一下我是不是在发抖？来，你再看看我的脸色是不是特别白？对。这个就是玩过山车的感觉。等我们长大了以后再玩，好吗？我去上厕所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小鱼儿，等我们去看一下。师傅，你刚才在体验馆是不是偷偷去吐了？我给你买了粥，快喝点养养胃，别让胃空膜，快点快点。看在外卖的份上，刚才挖苦我的事就一笔勾销了吧。小鱼儿怎么样了？他乖乖打了针，吃了药，现在乖乖睡觉了。那就好。干嘛呀？这么看着我，是不是人太好了，太帅了，就快爱上我了？拜托，你比我大了快十岁，算不上我叔叔辈的了。我又没有恋父情节，我要谈恋爱去找小鲜肉谈恋爱，您这块老腊肉我啃不动。哎，一看到小鱼儿，就觉得失恋了，我爱的人不爱我。这些事都是浮云。哦，这么小的年纪就要忍受病痛的折磨，这人世间有这么多的痛苦，失恋算什么呀？佳欣，你放心吧，你姐不爱我，天塌不下来。哎呀，别说这些了，吃包子吧，都凉了。动物实验报告总公司已经顺利通过了，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了。另外，公司要求我们的项目明年参加在 A 城举办的生物技术与医疗创新大会。这次大会那可是生物制药界最高规格的盛会，代表着行业的最高话语权。是啊。可是如果要参加科技大会的话，我们的动物实验一定要有阶段性的成果，我怕时间上来不及。公司跟我们不是协商，这是通知。好了，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了。小孙跟这个嘉玲留下，其他同志可以进行筹备工作了。你们两位有什么想法？时间不多了，但是又不能减少必要的实验时间，那就只能进行多线程工作了。我同意。在动物实验的同时呢，我们需要招募病患被试，还要制定临床的实验计划，优化工艺，还要建设中设厂房。你们的想法跟我一样。这样吧，灵长类动物实验这一块你熟悉，还是由你来负责。不过就是要飞广州去考察那些合作对象。没问题。佳宁，你还是留在实验室具体负责那些消暑的实验。对了，你那个缓释辅助因子的配方怎么样？差不多了，只要再进行一次对照实验，确认配方对癌症术起作用，就可以着手写报告了。好的。赵山，你周六有没有空啊？我知道最近有个特别好看的电影，我们俩要不要一起去看？周姐，明天飞广州的航班没有了。没有的话就只能订高铁了，没有高铁的话那就只能订动车了。动车有，但是要八九个小时呢。明天必须出发，孙老师下了死命令，刻不容缓。行。
孙老师下周要出差去广州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们开会的时候没说呀？孙老师负责灵长类实验，广州那边技术比较成熟。你们裘老师呢，负责留守实验室，负责白鼠实验。这样啊？你周六有空吗？你猜啊？为什么别人都能选莫里克，我呢？我就选不了啊！你进我不管，你先把他叫过来，先必须要让他过来叫过来。李先生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莫里教练的课程都已经排满了，要不这样，我给您安排一个月以后的。一个月的课我可等不了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开始喊，你们的教员殴打学员，我跟你以后在还在这蹦卡。够了，别再惹事了。莫里，这件事我来解决。啊，佳欣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跟你说点事儿。你是不是喜欢莫莉教练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哎，我劝你最好不要再闹了。莫莉老师的课最近都被我承包了，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。被你承包了？那我高兴什么呀？你想啊，被我承包总比被别的男生承包要好吧？追女生要懂得细水长流，不能死缠烂打的。我要怎么办呀？你先走，等莫莉教练的课排出来你再来。不是，你真的就得先走了，你不要再闹了，再闹只会在莫莉教练心里减分的。你快走啊！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走啊。怎么样？解决了。啊，解决就好。冷静点啊！你怎么做到的？秘密，我帮你解决了麻烦，你是不是该请我吃好吃的？行，你上课。啊，饿死我了！你饿不饿？哎，茉莉，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我都行。呀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那我点了啊。哎，服务员。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些什么？你好，我要你们这儿的隐藏菜单，就是这个视频里这个，咸蛋黄配玉米粒。好。对了，再来一个那个黑胡椒牛排的酱汁。好，请稍等。谢谢。怎么还有隐藏菜单啊？直接写里边不行吗？啊，有的顾客来吃多了，他们就发现某些菜混杂在一起会产生新的味道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分享到网上，这样就有了隐藏菜单。吃饭还这么多花样，花样多着呢，以后慢慢告诉你。哇塞！啊，今天你吃，你尝尝，巨好吃，我跟你说，好吃吧？啊，教练多大了？24。24。哎，这是一个尴尬的年龄。尴尬？对啊，到了这个年龄，要开启人生第一轮谈婚论嫁。哎，教练，除了那个，人品有问题的屌丝男以外，那么多人找你上课，男学员，你有没有喜欢的呀？为什么呀？啊，你难不成有喜欢的人啊？真被我猜中了！哎，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你们认识？哦，哎，帅不帅？当然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很照顾我，他还救过我的命，没有他就没有我。天哪，这么浪漫，又帅又是救命恩人，你赶紧拿下呀！你去找他表白啊！不行。为什么？他手头有很重要的事儿，我不能让他分心。等事儿完了，我们俩才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哎，你说的我特别想见见他，有没有照片啊？哎，这又是你的不对啊！既然是你喜欢的人，为什么没有照片呢？真没有。
你姐最近怎么样了？别跟我提那个没良心的亲家。闹矛盾了？我好心撮合他和我师傅，结果呢，他背着我偷偷跟他男同事好上了。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同事。嗯，我早该知道，他妈早就暗度陈仓了。你知道吗？有一天我下班回家，结果都大半夜了，那男的居然在我姐宿舍，居然还骗我说他们俩在讨论什么工作，说不定就是讨论工作呢。你都没见我姐见到我的样子，眼神都变了，那脸红到耳朵根儿，肯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秋莲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嗯，好了，吃饭不说不开心的事情。多吃点，是不是特别好吃？嗯，爱吃的，贼香。没见我姐见到我的样子，眼神都变了，那脸红到耳朵根儿，肯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你们都是女人，如果你相信我，裘佳宁自然也会相信我。我已经完全获取她的信任了。手艺越来越好了，你脸越来越胖了，这叫福气，懂不懂啊？还福气呢，没见过你这么不注重外表的女人。听你这么说，你是见过很多女人了，说来听听啊。说什么呢？前两天倩雅还跟我说呢，一个男人要求地下恋情，那肯定是想脚踏两条船。你这么说是在怀疑我吗？不过我仔细想想，好像也是。除了一些你的官方履历之外，我对你一无所知。万一你真的是那种玩弄感情的渣男，哪一天你一走了之了，我连去哪儿找你都不知道。你现在爱我都爱到这么深了，想要死缠烂打了？我。最近这些推销广告真的是无孔不入。刚才那个区号好像是 A 城的。模拟器，最近诈骗电话都来这一城。吃饭吧，吃点牛肉。已经出来了，是。动手吧。怎么了？试剂的颜色从七八种到昨天只剩下两种，蓝色跟黄色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其中一种颜色就是配方的雏形。那你还犹豫什么呀？由于我们实行的是双盲实验，所以我现在并不能确定配方究竟是蓝色还是黄色。你不是已经拿到密钥了吗？根据我拿到的实验设计思路，应该是把调配出来的试剂注入到动物细胞内，再根据试剂在动物体内的反应确认误入后，由主要负责人撰写报告上传到服务器。嗯，所以上传必须在动物实验完成之后。是。
小山呐，如果商家估计的不错的话，王启天应该会在动物实验之前申请专利。我们等不了那么久，现在必须动手了，知道吗？可是沙叔，你听着，如果让王启天申请专利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你必须尽快拿到具体的配方，听懂了没有啊？我会尽力。不，不是尽力，是必须。每天就给小白鼠注射这些试剂，也不嫌无聊啊？这要说无聊啊，我最起码每天和活的动物打交道。你整天记录数据，可比我更无聊。说的也是啊。你今天怎么有空约我了？你男人呢？办事去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没问。是你没问还是他没说呀？有什么区别吗？要是是你没问，那就说明你心大；要是他没说呢，那就说明他有问题。哎，你们是哪种啊？我没问。那他的情况呢？你问没问？什么情况啊？比如说他以前的情史，比如说他父母是做什么的，再比如说他好好的国外为什么不待着，大老远跑到中国来。嗯，不知道。邱佳年，你这是被骗财骗色的节奏啊！啊，综合他背景不知道，对外也不公布你们的关系，基本可以确定，这个人肯定对你是有所企图的。哎，我说，你怎么老把人想那么坏啊？哥，听说你拿到配方了。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任务结束了？你想的太简单了。我已经拿到试剂送去分析，但是我不知道样本数是不是足够。那你为什么不多拿点啊？一只试剂针对一只小白鼠，我用清水替换了试剂。500只实验小白鼠，如果其中一只出现数据异常，可以理解为实验室污染或者是操作人员失误，但如果更多，那就会打草惊蛇。暴露就暴露，反正这次之后你跟邱佳宁就没有联系了。你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。这个乌鸦嘴说中了，这周小山就是脚踩两条船的节奏啊！干嘛？嘉欣，地址，我现在就带您姐杀过去。你想吃什么，我都陪你。嘉欣，你先站着别走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对得起我姐吗？嘉欣，你今天不是没课吗？老天有眼啊！要不是我今天调课，我怎么能捅破你和赵小山的事情啊？你误会了，嘉欣，
我误会，我误会什么啦？我说怎么会有学费打五折这种好事啊？原来是你设计的坑让我姐跳啊！哦，看你的样子还不知道这件事吧？我跟你讲讲啊，他有一天啊给我姐打电话，说什么在格斗学院登记过资料，被抽中学费打五折。我姐还说呢，他从来没在什么格斗学院登记过。现在想想，是你想故意接近我姐吧，孟丽老师？是吗？嘉欣，你误会了。茉莉呢，她是我妹妹。妹妹？你胡说，根本没听你提起过呀。我本来一直都想抽时间介绍你们认识的，只是最近工作太忙，一直都没有时间。是吧，茉莉？嘉欣，我们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走。哎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你没事吧？嗯。为什么那个女的这么脸熟？难道在哪里见过？请你就此别回头。